天翔。已经有资格去圣域参加圣衣争夺赛了。百鸟座圣衣一定是我的。听着，宇宙是在151年前一次大爆炸中诞生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我的肉体也是由于爆炸诞生的小宇宙之一。真正的圣斗士是靠爆发自己的小宇宙获得超人的力量。那力量可以粉碎星空，亦可以撕裂大地，散发着耀眼的光芒。除了小宇宙，每个圣斗士都拥有自己的守护星座及圣衣，而以百鸟作为蓝图制作的铠甲就是百鸟圣衣。你要记住，百鸟座圣衣蕴含极寒的能量，穿上它，你将拥有最强的动气。右键点击目标进行攻击。
双击 W 键并按住，可以开启加速跑。您获得了加速状态，可以快速地到达目的地。请点击地面上闪光的物体进行采集操作。
小宇宙后，果然厉害不少，实力还是在你之上。好强！就算你被称为天才，我也不会败给你。怎么可能？啊，又是这个感觉。有他。艾德，是我赢了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我怎么可能会输？这个小宇宙变得好陌生。艾德，好快！有，艾德的小宇宙消失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哈！艾德，你醒醒！这股小宇宙非常危险，快制止它！耶！哈！嗨！叉！艾德。
你的攻击对我根本不起作用，因为你所有的战斗技巧都是我教的。别自欺欺人了，你只是个幻象。哼，竟然被看出来了。废话少说，杨踏。真是固执，看来有必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动气了。不愧是卡妙教导出来的学员，竟然看破了我的假身。不过很遗憾，你就永远待在这儿吧。这是想起来了，我刚陷入冰棺之中，可恶，怎么办？到此为止了吗？真让我感到羞耻，看来我的教诲你都忘干净了。老师，就这样打算放弃了吗？不，我没有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唤醒你的小宇宙，击碎这个冰棺。击碎？可是我的力量……如果你还当自己是我卡妙的徒弟，就证明给我看吧。我会的，雅典娜呀，请赐予我力量，哪怕只有一瞬间。呀！呀！怎么可能？我回来了。赠予你冰棺还不领情，竟然回来送死！呀！怎么会？自己竟然难分高下？不对，他的动机威力在减弱。事到如今，这也是你的宿命，去死吧！什么？呀！真一点。消失了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些问题以后你会知道答案。